各位同學，咁嗱，而家我哋嚟到2024年 DSE Maths Paper Two 嘅第三五條啊。第三五條咧就complex number 嚟嘅，咁佢話咗二 set 係呢嚿嘢，咁然之後 A 同二 set 都係 real number。嗱，咁呢度其實暗藏咗 A 二 set 係 real number 嘅時候有意思啦。咁之後我哋化簡呢個二 set 先啦，即係rationalization 嗰個 style 嚟嘅啫。好啦，咁分母咧就二嘅二次加一啫，五，咁啊乘開咗佢之後咧就二 a 加二 i， 再減即係加 a 加二 ，i 係負一嘛，好啦，咁跟住咧通翻個分母，通過五，即係廿五 a 減二十五。加 2A 加4係啦，咁就 I 嚟嘅 imaginary part 嗰部分 real part 咧就五分之 A 加2，咁因為佢係 real number 啊嘛，二 set real number， 所以個 imaginary part 一定係零，即係呢嚿嘢係零。咁呢嚿嘢係我睇翻咧就話應該係寫錯咗計錯，呢個係五 A 嚟嘅，即係五 A 加二 A 就七 A 減。二十一等於零 ，A 係三，哇搞掂啦！咁然之後個二 set 咧就代翻喺呢忽嗰度就得噶啦，三加二除以一就一嚟嘅，所以 A 減二 set 係等於三減一即係二，搞掂。喂，又係正義嗱，我唔知係有意定無意啊，即係我哋其實係暗示咗，即係表示咗一啲好重要嘅 message 俾人噶啦。好 ，OK。咁我哋而家睇下一條啦，咁啊最後啊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Dr.K.Liu Maths-Erudition Education 呢個 channel 啊，拜拜。